因为我觉得会读服装的很多数，就是其实还是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。在台湾，如果要很自由的创作，我去上班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但是做平面不一样，做平面你要改变，就是然后你设备不用很多，你不用把房间弄得很可怕，就是因为做服装会把房间弄得很可怕。其实我一开始就很希望整体的色调是绿色，是用深绿、浅绿、无绿、蓝绿不同的绿色去，我希望堆叠出那个层次感。然后，但是我希望保有就是整个你视觉看下去还是一片绿绿的，很舒服。然后，但是我同时又希望里面有很多细节，就像植物其实是一个很细节的生物一样。这是一个竞赛，这是一个比叶子的比赛，奖杯是一个很好的象征。那我要把叶子拼成一个奖杯，这样子。我希望有很多更多不一样的人来参加这个活动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。然后你一定会在这边收获很多，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知识，得到很多不一样的见解。